第34名，太好了，我家姑娘不用再跪敬堂了。哎，这轩哥好歹没辜负多年的苦读，不像我弟弟林梦，估计知道自己中不了，连发榜都不敢来看。大姑娘，我中了。我看到了。母亲说，等我中举，就上罗府提亲。我这就回去禀告父母，定备齐36里，不会轻慢了大姑娘。还望大姑娘，等我好消息。多谢妹妹。哎呀，这位公子就是解元啊，人中龙凤啊！多谢。哎，公子，我家小女是在此闺中啊。哎，公子，不如跟我一起回府吧。哎，公子。